第三个，放第四个。你要注意，把它打那个，你不要把它弄得不一样高。倾斜度不一样的话，会很。 我大概是从高中开始接触武术的，因为那个时候从我家到我的学校中间会经过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那个活动中心的二楼呢有一个自由搏击操的一个班，所以我一般放学啊没事或者是周末没有事的时候就会去蹭那的老师的课，一直到了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正规去接触中国传统武术，接触刀枪剑棍。 也是因为当时自己比较好学，又处于一个学又不及、有空失之的一个状态里，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因为实习不太方便带刀枪剑棍，所以我就自学了短兵器双截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实战性比较强，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武术这项技能。 因为我一直秉承的一个信念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其实不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对于我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秉承着，一直学下去的这种信念，并且沉迷于在这种学习的快乐里。希望这种快乐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找到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并为之去努力。 也在这种努力中呢，去找到他们自信的内在源泉。你们卢冠杰吧。